然而，自从公司新总经理上任之后，我的生活突然狂风四起，安稳的小日子一下子变得极度刺激。事情还要从几周前说起。哇，哎，新来的老板真大方，我们之前团建都是哪儿便宜去哪里，他才刚接手我们公司就来这么异域风情的地方。好吃的 SPA 我来了。哎，先等等先等等，今天周总要参加我们的团建，他要品尝我们研发部的成果，你赶紧回公司拿酒去。现在是啊，公司离酒店那么远，我来回一趟都到晚上了。你别跟我讲条件，你赶紧去。哎，去去去，快走快走。回去拿酒，折磨我们打工人，害得我饭都没得吃。找点吃的。我的酒呢？你在搞什么呀？垃圾。本就属于垃圾桶。你谁呀你啊？林雪浓，名字好听，也只是徒有虚名。如果你们研发部有能力的话，金河酒业就不会没落了。乌合之众！我不管别人研发的是什么，我酿的酒不是垃圾，你喝了才有发言权。怎么？难道你想告诉我，一群平庸之辈中藏着个酿酒天才，一袋垃圾中藏着一瓶绝世佳酿？可笑！哎，周总，你没事吧？他是……他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他懂不懂得？这边，那边，把手放开。马主任，有没有
这是你安排，不要玩形式上的套路。我不是你们的前任老板，什么？我要的是结果。他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我劝你们不要把心思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下个月，我会正式开次新品发布会，你们要么拿出最好的作品，要么就用一个月的时间，赶紧找下一份工作。周总，您之前不是让我物色几个顶尖的酿酒师吗？他们的面试我都给您安排好了。那一刻实在太羞辱了。我不管别人研发的是什么，我酿的酒不是垃圾，你喝了才有发言权。他凭什么当时要跟我急？我不管别人研发的是什么，我酿的酒不是垃圾，你喝了才有发言权。之前一直传闻公司里有一位酿酒天才，难道就是他吗？周总，周总。啊，等下个月再说。还是36度，没病啊。你啊，当众羞辱周总，怎么，你房贷还完了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？就是这人他明明穿着衣服，但是你满脑子都是他没穿衣服的样子。你有喜欢的人？绝对不可能，我就是控制不住我的大脑，他总是脑补一些特别奇怪的画面。啊，知道了，狗狗呀，吃过肉之后就不会再想着吃狗粮了，所以你这事儿啊，好办。怎么办啊？睡一觉就好了。睡一觉？就这么简单？一觉不够就两觉三觉好多觉。这样，今天晚上呀，我出去住，把战场留给你啊。这么早怎么睡啊？真快呀！走你。闻起来味道还不错。谁啊？周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老板找员工谈话，还需要理由吗？昨晚，您先说。昨晚你突然晕倒了，我只能把你抱到我的房间。没事吧？你的眼神告诉我，你想吻我。嗯？刚才都是神经病，难道是真的？小心！
的酒我尝了。关于上次我说你的酒是垃圾，转过去，我脱下衣服。怎么还要脱衣服啊？我已经看够了，救命啊！老天啊，你知道我是不婚不恋的呀。来吧。不行，我得控制我自己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林雪浓。啊，你的酒。我的酒怎么样？不错。真傲娇。海门，海门，海门。你有没有尝过一种味道？那个味道，就像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存在过的一样。哦，你说的这种味道，我15年前就品尝过了。就像是你想象中所期待的一样，是不是觉得简直堪称完美？这人生错过，就再也无法追回的那种。啊，完美，倒算不上。但总感觉差点什么。哼，你这病还真得治啊！我跟你说啊，
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，但是初恋一定是完美的。初恋？嗯。你不是在说初恋的味道吗？不然是什么？我说的是酒。也是，你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，怎么会了解初恋的美好？咋？咋？噔噔！多谢老铁，我呀已经收到，等我发了工资就还给你。不着急，哎，是一号情况吗？嗯，也不是，不过呀，这一次的新品发布会，我一定能多亏，到时候发了奖金，我又能钱生钱啦。行，中午见啊。嗯，拜。迟到了，可是要罚款的哟。冰雪呢？现在面临着人生最莫名其妙的危机，我的幻觉不但没消失，还升级了。进度怎么样了？快好了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这么还没睡啊？失眠了？年少不知荔枝贵啊，老了千万别后悔啊。这句话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嗯，度数很低，但味道很不错啊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初恋的味道。林雪，我记住你。但是，他让我变得很奇怪。还不承认？能让你动心的女人，多少年才出一个呀？你别管他说什么，你就勇往直前，又主动出击。白天电话不接，人也联系不上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没事吧？真倒霉，真幸运啊。
所以你把之前给我品尝的酒调和进新酒里，酿出新的味道。那既然有新的进展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跟我汇报？我想等着做好了再给您品尝。那我可以品尝你吗？什么鬼？他居然对着我咽口水，难道魅惑周恒对正版周恒有影响？肚子有点饿。那我这个汉堡我咬过了，你介意吗？我不介意。再不放我出去，肯定要出事了。点地球了，里头有俩人。周总，您先回去吧，我明天再找您汇报工作。说谎，鼻子可是要变长的哟。原来我在你眼里是这样子的。什么？他能看到？原来我在你的眼里是这样子的。不是这样，你平时的奇怪行为我也都忍。其实，但是，你竟然敢公然的在公司污蔑我的形象。你说你这个年龄也不出去谈个恋爱，你来家欺负我一个老头子干嘛呀？那你呀，输不起就别玩，你老拿那儿说事儿。是他不要相亲，也不去自由恋爱。哎，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？还是对您太宽容了，放古代我就强行给你找个老婆，看你怎么办。如果我不能确认我对他的感觉的话，就算这世上就剩我跟他，我们也只能做好战友了。我赢了。
人计时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那幻觉真的还没消失啊？哎，我也烦了。你这几天没见到他，心里不舒服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没救了。怎么办？你想想办法呀。小坏蛋，我来帮你啊，累不累？不要不开心哟。我还怎么工作？解决你心魔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他。难道治疗的唯一办法只能是？误会，我对他有意思，那怎么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？是吧？没事儿，我只是在协调扩大生产的事情。有什么顾虑啊？可以跟对方说清楚，不要憋在心里。有些时候，坦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加油！我真的可以和你坦白吗？请您尝尝。等等，这是幻觉还是真人？是真人。解决你心魔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他。他睡得好香啊，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吗？
马酒业，这不是我们的竞品公司吗？主任，你要跳槽啊？哎呀，到我这个年纪再跳槽很难呢。那你干嘛要换工作呀？我们不是要开新品发布会了吗？雪农啊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周总他是不养闲人的。我呀，还是趁早做打算，肩上还扛着一家老小呢。哎，不行。这款白酒的研发者，给我讲解一下。哎，好的，我来介绍一下啊。关于这款白酒啊，就是我们上次所有的同事开会之后，上次。马主任，这酒跟你有关系吗？是这样的，周总，这款酒是我跟林雪农一起研发的。这里面注入了我们很多的心血，然后呢，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的研发出来。好了，我马主任，恭喜你。林雪，你被开除了。周总，这其实雪农他。啊！哎，林雪农，你到底在想什么呀？马主任问你说话，你干嘛要拦他呀？我想得很清楚了，马主任他……上车。行吗？嗯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你为什么不解释？我的责任，我承担。你为什么把功劳分给马主任？有些时候，坦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。周总，可以麻烦你跟我去一个地方吗？带我来这儿干啥？哎，看啊，在这儿，这个怎么样？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。这不是马主任，再过来一点。嗯。马主任一到周末就找不到人。有一次我有急事，我问遍所有同事才知道，他一到周末就带女儿来这儿了。怎么样，抓起来了吧？哎，又掉了。我知道马主任在你眼里不是一个称职的研发部主任。再抓一个。但在我眼里。他是一个称职的爸爸。哎，大的好，大的好。左左啊，这个是你新爸爸、新妈妈，你要听话，听到没？院长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好好对他的。走了，走吧。又抓到了！耶！我又抓到了！我真厉害！宝贝真厉害呀！啊！啊，我们去吃好吃的去，好不好？爸爸最好了。林雪农，我收回开除你的决定，但你的功劳将归整个研发部所有，奖金也是。那您不会处罚马主任了吧？他会被调到更合适的岗位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事儿？您说吧。你
许再动我。你不许再动我。周总，您应该饿了吧？为了感谢您，我带你去我的秘密基地。走吧。梅姨，哎，小林，你又来了。你怎么好几年没过来了啦？梅姨，前几年我都在国外，最近刚回来。你居然也是这儿的常客啊！快坐。说的那个小目标成了。哎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梅姨觉得行，郎才女貌。梅姨，我说的小目标是这个。现在呢，还没有想好名字。我打算叫他雪浓酒，您看怎么样？那你们两个好好聊。嗯，我先去忙了。好。好。菜来喽，你最爱吃。后一天又让你复工，他在搞什么？欲擒故纵啊！人家那叫惜才，我也很有才华呀，怎么不见着他天天舔着个大脸来找我？我看这回啊，你可是要破戒了。No no no， 我呀，就是一份番茄炒蛋，又不是鲍鱼海鲜的。他呀，顶多瞎胡闹几天，我呀是不会上当的。行，还得是我农姐啊，人间清醒。可是这个人他是周恒哎，他这样的人拉下脸来追你，就有点冒险。什么叫拉下脸来追我呀？他跪下来求我都不可能。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凭什么让他解释？都说我们女人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情绪不稳定，我一直很好奇，男人是不是也像女人一样，每个月有那么几天啊？文珍，下次不要再让我等。是你忘了带文件。林雪浓，
你知道今天是要跟艾斯参加会议吗？嗯。还穿成这样。在外面我们代表着公司的形象，今天的会议你不要参加了。啊！臭黑猪，我就是要去。对坏我好事儿，艾斯一直卖单身人设，我兄弟说今天他在这边密会女朋友，跟我拍清楚。他不就一带货网红吗？什么拍？哎呀，你动动脑子，他号称掌管了全国女人的钱包，他带货赚。拍什么拍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宝贝儿，我们有事回家再说，别生气。啊，我没事。你在说什么呀？有事我们回家再说。我们有什么事回家再说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这不是咱儿子同学林雪农吗？回家。爸爸，哎呦，这爸爸真丢人！哎呦，我们回家。没事，我们回家再说。干啥呀？我的认知恐慌症好像又犯了。没什么。你刚刚表现很不错，但还需要你加强我女人呢。有什么条件随便谈。你以为有钱就能收买一切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只要你答应代言雪浓酒，我就答应你。
是他一个人就算了。你的意思是不止他一个人，还有别人？你听我说啊，一个呢，就是高冷的大黑猪，另外一个是赖赖唧唧的小白兔。我的头真的快炸了。红姐啊，你可真行，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个男人？服务员，我也不行。哎，来了，我去签个东西，一会儿回来跟你喝啊。等我啊，你赶紧回来。我不想一个人喝，我等下喝多了。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坦白。他是谁啊？他是我的邻居，他家灯坏了，找我借工具呢。他就是那个骑摩托车的人。骑摩托车的是我的租客。看来你副业还挺多的嘛。也还好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有摩托车的？我瞎猜的。随便猜的。出现幻觉，我终于恢复正常了，我终于可以正常工作了。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就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解决了。幻觉消失就这么开心啊？天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我不是，我只是……没关系。这样你以后看见我就不用再躲闪了。嗯，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雪冬，你真的想这个样子继续一直单身下去吗？嗯，我呀已经把我未来的规划呢都想好了。无论怎么样，一辈子都不会改变。对我。
时间也不早了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。我朋友在研究这个，他叫我进来看一看。不是你想的。接下来的事，只有结婚了才可以。结婚才可以。套住你了。林雪浓，见到我就跑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您的快递需要签收。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周总，那晚上没发生什么，也不该发生什么。那你为什么吻我？我是臭流氓，行了吧？我想占你便宜。想占我便宜的人有很多，但我知道你不是他们。你就把我当成他们吧，是我错了。你就尽管讨厌我吧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说结婚才可以的意思。你什么都别想。我说真的，你肯定会后悔。林雪浓，我是周恒，不是任你摆弄的小丑。
他干什么呢？妈。阿姨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居然不跟我们家长说，私自就办了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。妈，闭嘴。阿姨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会幸福的。你不就是想把你家的烂摊子甩给我？做梦！儿子，干嘛走？走吧。哎，他回复了。告诉他，别灰心，干得好。好。啊，爸，你又给谁胡乱指导生活呢？小小草啊，听孟阳说你动凡心了，进展的怎么样？是我想多了，我们现在啊还只是同事。他一听到结婚这两个字就反应过头，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儿子，哪有上来就提结婚的？谁不害怕？快去道歉。林雪浓，我是周恒，不是任你摆弄的小丑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他脸好臭啊，你们俩怎么了？我们爱此第一次推荐酒品，折扣力度呢一定要给足。还有啊，你们酒类的赠品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啊？酒杯、酒壶。美女，吃饭啦。怎么啦？你来干嘛呀？姑姑，我听说你们公司的新品搭上了 S， 这么好的资源，看在咱俩感情的份上，你帮我推荐推荐。可以啊 ，S 跟他的经纪人现在就在公司会议室。不过这个资源是这位你最恨的人拿到的，您这么高傲，想必不屑于求他吧？走啊。嗯。那有地儿坐那儿好吗？嗯。哎，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跟失了恋似的？啊？你可别胡说，我才没有喜欢任何的。嗯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好吧。哎，那边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吵？我的番茄炒蛋。你让我等你，我乖乖等你。结果你去跟他逛街。哎，你男朋友在车尾，你可不管管？别笑话我了，我自己都过得一团，谁有心思管他？那个，你手机。你带纸了吗？我是不够帅，还是我身材不好，还是不够有钱？店员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凭什么他瞧不起我？大哥，你差不多得了吧？哎，他给我发消息了。不是你干嘛？他我一分钟不回他，他会和我生气的。你快给我！我跟你保证啊，晾他5分钟，他肯定不生气。不行。哎，
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生你气？暴露怎么穿啊？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拍个夏日泳装，你要不好好配合的话，那雪浓酒的代言那可就……知道了，忍了吧，林雪浓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喂，亲爱的，啊，我后面已经安排好了。
第一次见你这么横啊。你没见过的多了去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被女孩保护，这种感觉还挺奇妙的。不会有下次。那可不一定哦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这个人虽然很神秘，但也非常好懂。大家，不对啊！哎，这是你的车。解约书签了吧，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啊、我在跟你说话。坐下来吃饭吧。我邀请的人他不来了，我们吃吧。你欺负了我闺蜜，还揍了我老板，我稀罕你这一顿被人割了的饭吗？您好，这是我们最顶级的澳洲蓝鲍鱼，请二位享用。新品发布会马上就要到了，除了这种传统的展示，难道你们就没有更加新？我想突出年轻化的理念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社交媒体，在各个平台开设账号，但是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选一位新的代言人。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，我想做一个调酒台，然后以雪浓酒为基酒，可以展示更多的新口味，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条。亲爱的，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人。招摇过市，准没好事。啊，我听说艾斯是你勾搭过来的，说什么不婚不恋，说白了，不就是等着机会攀高枝吗？猥琐的人看谁都像同类。阿准，那个谁啊？啊，天马，以前经常在公司楼下见到他，好像是林雪龙和谷雨的好朋友。嗯，哎，艾斯怎么会愿意代言这种像白开水一样的东西啊？你到底贡献了多少？我们是纯工作关系啊，工作关系。我就说嘛，就你这种人怎么会有人要啊？你呀，就活该孤独终老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今晚辛苦了，送你个礼物。你干嘛？雪农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对嘛。网红哪有老板有钱啊？还得是你有眼力劲儿，怪不得这次发布会重点推你的雪龙姐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雪龙，你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，周总，你刚才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今天的主角是雪浓酒，不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情。我看到你前男友这样对你，我就来气。那是前男友没错，但不是我的前男友，是谷雨的。就算是我的前男友，我也不需要一个有钱的男朋友来替我撑场面。那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可我就是喜欢你吗？那我还能怎么做？我真的喜欢你，无论你是什么样子。可我没办法恋爱结婚，只想好好工作。别走，我没开玩笑，我能感受到你也喜欢我。林雪浓，我会等你的。你决定之前，我什么都不会做。我没有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。我就是没办法给任何人承诺，是你说结婚才可以，可我就是这样的。我会一直等你，直到你愿意说，愿意谈恋爱的那天。给我儿子幸福，你配吗？你能给我幸福吗？回来了，您又搞得这么乱啊！今天外面又下雨了，您这两天有没有觉得身体好一点？我最近的酒啊，做的还挺好的。爸。
我刚才着急了，如果你还有顾虑的话，我们就先做同事。吴姐，你可别冤枉好人啊！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我可都听说了。周总当着全公司人的面给你戴项链，跟你表白。不是这样的，还不是因为你。嗯，他以为宋博是我前男友。嗯，这就对了呀，这说明周总是对你动了心思的呀。
吃糖珠更有利于脱糖，你们是否可以考虑考虑？那我回头发给你，肯定会给更多优惠的。好，好呀，可以可以。这是我们的酿酒师林雪农。雪农，哎，等会儿，那这个样品我先带走了。周总，这位是？听说你们俩是工作上的好伙伴，生活中的好朋友。那就好，那我就可以安心嫁给你了。走吧，我们去逛街。哎，雪农。都不如艾斯高，怎么办呢？喂，又怎么了？我给薇薇家的狗狗订了1000朵玫瑰，他家狗狗今天配种，可是他骂我神经病，他给我拉黑了。给狗买1000朵玫瑰换我，我也把你拉黑啊？哎，我不是跟你捋过一遍女孩的心理吗？你现在最要做的就是冷静。我做不到冷静，我看到薇薇的那个电视剧上映，我看到她的镜头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她，我忘不掉，我现在脑子里全是她，全是薇薇。我在加班，没空陪你聊，就这样吧啊，再见。喂喂喂，你别挂。喂。在给谁发信息呢？无可救药的恋爱脑，暧昧对象吧？什么呀，我现在就是一个不收费的垃圾桶，你知道吗？呀，我有个 PPT 要做，那个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周总，两条路你走哪条啊？喂，你就应该往那边走，那边是游客路线。自己背得动。
小心点儿。我才是马上登顶的人。我真的好累啊。还好吗？我还可以。轮到你了。什么轮到我了？说说你的理由吧。什么理由？为什么必须结了婚才可以啊？简单点说，就是一种偏执的责任感。责任，真的好累啊！我背你啊，背你就不累了。哎！哎，这里挺好看的，你帮我拍张照吧。可以啊。那。真符合你没事找事儿的性格。我想用特别牛掰的方式展示我对他深沉的爱。马尔代夫是他求爱。庸俗。跳伞浪横幅。想通了吗？我想通了，你快点下来。Thank you.
我有事想问你。哎，你躲什么呀？嗯嗯，你的原则呢？堂堂一个公司老总，怎么开始害怕了？嗯，好了，我跟你闹着玩呢。我有问题要问你，你身为公司的老板，应该知道公司很多的秘密吧？我翻遍了所有的资料，都找不到最初的那位女酿酒师，到底是谁啊？我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她是谁。谁啊？过来，不告诉你。幼稚。上车。又想捉弄我？今晚我请你吃饭，那赶紧的。手好好看，小心点，不要切刀。你做过饭吗？我没做过饭，不太会。你都不会逃啊？嗯。我爸妈来了，要不？带你去见一下他们。不要。爸妈，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？我就知道你一定在家。哎呦，不容易啊，一个人做饭了。那可不。也是啊，这么美好的夜晚，怎么能出去约会呢？哎呦，这万一脱单了怎么办？就是。怎么气死你爸妈呀，爸？对呀，这可不行说。气死我们，你不高兴吗？哎呦，也许咱儿子啊是无性恋，分手呢只是搪塞我们的借口，对吧？嗯，是。这就是周恒的爸妈，总觉得有些眼熟。周先生，周太太好。我那个是在这边就是代班，我今天只干一天，我这边的工作呢都做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呗。有寂寞，别胡说。哎呀，可悲呀，这屋子里出现过的女性只有你妈和那个保洁阿姨吧。保洁阿姨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女朋友？等着瞧吧，有戏吧？你别听我爸妈胡说，他们……你的爸妈很爱你，你有个幸福的家庭。我的家庭
还缺一个人，就是你。你在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为什么不回微信啊？你上次说的那个事情，我那么做应该没事吧？这周我带他去吃这个，你们女生爱吃这个东西吗？快帮我想想，快帮我想想。你怎么不回微信呢？干嘛呢？不回我微信。怎么样啊？快好了没？直播都要开始了。上次雪浓酒找谁代言？什么酒？雪浓酒。雪浓酒。刚才介绍这款德国咖啡机，还有仅剩2000单啊！我们快点抢，各位。现在剩多少单？不到1000，不到1000了，各位。倒数10秒钟了啊！10、9、8，空了。7，空了。好，那我们过了这款产品。快，下一单。这个产品，亲爱的冰粉们。下面我隆重介绍一下这款酒，它的名字叫雪浓酒，这是我近几年喝过最棒的一个白酒。这款白酒啊，是低度特调白酒，颜值不仅高，而且喝了不易上头，性价比超高，出门在外和朋友聚会都方便携带。来，上车。这么晚突然把大家召集过来开会，公司遇到紧急情况。顾玉，艾斯在直播间推了咱们的酒，雪浓酒现在是热搜第一，渠道商快要把我的电话打爆了，都要找咱们订货。哎呦，这是个好事啊。顾玉，你去跟艾斯跟进一下，谈接下来的合作。马主任，你带领团队对接各方面的订货需求。林雪浓，你去车间监督生产。好，我们公司上下齐心协力，保生产，保出货量，生产口碑一个都不能断掉。辛苦大家。好好。这样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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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决我的恋爱问题，这才是你该做的。我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能帮你把他给追回来，要不然你还是去找专业人士吧，好吗？不可能，这件事情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。你能跟我说，也能跟其他人说啊。这种事情这么私密，我不可能跟别人讲的。你是我唯一的倾听者了。
我觉得咱们这一次的雪浓酒卖得特别好，应该搞一款 PR 礼盒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们公司的生产线经过多年验证，不管是质量还是出货量都有目共睹，希望下次合作。我个人最喜欢那款白色的透明项链呢。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那颜色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个。哎，那要是做成这种蓝色的也不错，这种盒子的也好看。你设计的对吧？而且非常适合雪浓酒这个名字。这个包装也是。金河酒业之前都快倒闭了，现在居然踩到我天马的头上。我花大钱请你来营销，你搞了些什么？收拾东西给我滚蛋。联系大 V 大网红，无论花多少钱，给我把这件事情炒上热门。哎，有人在网上败坏雪浓酒的名声，说当初 S 给咱们推货是因为跟你有一腿。S 确实发过我们的恋爱视频啊。网上的人现在都在说你一边吊着 S， 一边跟周总不清不楚，你就是个渣女，你在被网暴哎。大家也太看得起我了，能玩弄这两个人的女人，那情商跟智商该有多高啊！哎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给你看我新买的小花花，可爱吧？嗯，给你吧。哎呀，得，李雪浓，你是本人吗？这要搁平时你早哭了，怎么今天你这么淡定啊？舆论影响，在此我郑重的
是我想要步入婚姻的对象。是我，怎么了？都怪你！现在我的邻居还有多年不联系的朋友，全部都来问我，问我你的消息。我说的都事实。那是我跟你之间的事情啊，不需要让外人知道。这下好，所有人都知道。一起去吗？是我租客的事情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我们下次吧。好。Thank you.
上就到家了。哎呀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天天耍酒疯，还快从我们这里搬走！对不起，烦死了！对不起。哎呀！小林，可以啊，深藏不露嘛。哎呀，周总好痴情啊！快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八卦了啊。那个晚上呢，让雪萍请我吃饭，细细的说，好吧？可以。哎，对吧？周总，哎，最近辛苦了。周末我们去温泉酒店庆功。哎，太好了。好呀。那个文件对不对？去搞一下啊！走，我们先走了啊！你们慢慢玩啊！事情处理得怎么样？需要帮忙吗？处理好了。我有资格给他幸福的生活吗？我到底在干什么？我真的准备好放弃不婚不恋的原则，跟周恒在一起了吗？怎么了？最近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。我啊，我又升职又加薪的，有什么可心情不好的？没有啊。晚餐开始前，我要请出今天的神秘嘉宾。因为他的帮助，我们的雪浓酒才能在市场上打开局面。让我们有请 ，Ice。之前不好意思，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合作。你现在跟我都有秘密了。合作愉快啊！我看过你的直播，一点都不错，口才又好，口碑啊，也是好处的。没有。找到你了，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啊？你都走出失恋了，我的任务也结束了呀。那我们就不能聊天了吗？我跟他聊什么？啊？你讨厌我吗？你讨厌我？怎么样？挺开心的。终于等到我们的二人时光了。这是我们的纪念地哦。我才不承认呢，那么丢人。是挺丢人的，丢人到看我的眼睛冒星星。我哪有？不要胡说。你以后不准不回我消息，不准不理我。跟姐姐以后不准说不准，听见没有？学姐姐，下个月就是你生日了，但是我从来没送过女生礼物，想破脑袋都不知道送什么好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结婚才可以啊。好啦，不跟你闹了。我问你啊，你真的没有谈过恋爱吗？我对感情很认真的，我只会选择我命中注定的人。那
你可不可以多跟我说一些你以前的故事啊？我想好好的了解你。其实我有个秘密。喂？什么？爸爸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没伤着吧？啊，没事吧？哎呀，你还粗啊！你差点害死我们。对不起，阿姨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怎么当女儿的？你自己的爸爸都这样了还不管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阿姨，实在抱歉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没事吧，爸？你怎么样？林叔叔，雪农，雪农，哎，周总老是不在公司，我要找他签字找不到人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你去问他的秘书吧，我不了解周总的事情。是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啊？跟我玩失联那一套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联络的必要啊。你就当是玩了一场游戏吧，好吗？别跟着我。游戏？你把我当游戏？姑娘，阿喜又来咱们公司了，想合照的赶紧啊！真的有啊！是啊，阿喜在你这儿合照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也好喜欢你的。还有冰淇淋，明日行吗？对对对，抱一下那个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少春花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昨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这件事情很复杂，在我没有绝对把握之前，还不能提前跟你讲。我不想给你不切实际的希望。你的手怎么了？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，你就一切都知道了。嗯。走吧。进来吧。你就是小林吧？你爸的酒瘾很严重，幸亏小周送来的比较及时，我们配合了一些药物和心理治疗，他现在情况呢比较稳定了。啊，他很快就会醒来，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了。谢谢医生。比起这点小事，林叔叔的付出才是巨大的。他真的很想为你解救，他愿意配合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。我爸爸马上就回来了，爸爸去给我买好吃的了。
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啊。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想不起来，上次见到您清醒的样子是什么时候。爸爸，对不起你。其实我也很恨自己，怎么还不死？我一定要解决，做个好爸爸，好吗？好孩子，你嘴上说要逃离你爸爸，但你终究还是继承了他的衣钵，说明你心底对他的爱一直没有变。我也有过很好的童年。